咸粥里捞起这一大片虱目鱼肚，飘出阵阵香味。这是台南最著名的早餐咸粥，但这家名店阿唐咸粥又涨价了。民众发现，去年九月阿唐咸粥被福岛开始开发票之后，原本一碗涨到160的鱼肚粥又涨了10块钱。老板强调，他们的咸粥有一大片鱼肚，跟别人的不一样。有特特鱼，有鹅啊。嘿，那我规划咸话，下迄落料拢伫内底。北京咧，伊通常拢一寡饭啊，一寡米啊，是毋是啊？第二道讲叫多。看看目前阿唐咸粥价目，鱼肚鱼皮咸粥170，去年是160元。另外，虱目跟土托咸粥130元，去年才120元。老板坦承，粥类涨价10块，就是反映开发票成本。不过，看看其他店家，台南菜的虱目鱼总店鱼肚粥只要95元，100元有找，价格相较亲民多了。也是在简单的粥里放入一片虱目鱼肚。再看看另一家店鱼肚粥，同样也是95元。我们自己在边杀。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做控，可以控制它的。八千应该有看过，南部连100以内。台南在地民众都说170元的咸粥真的太贵，不过阿唐咸粥强调他们是豪华版咸粥，价格自然不同，民众各有所好。因为开发票价格应声涨了10块，就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。三立新闻李世宏、陈嘉云台南报道。